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给大家发一盘棋，这一盘棋是我梦寐以求的一场对局。背景故事是这样的：教会里有一个传道叫蔡光耀传道，他也是会玩国际象棋，然后我就一直想着跟他下一盘棋，一直以来都没有机会。结果2023年3月25号，蔡传道邀请教会提摩太团契的大家，包括带领人姜文传道，去他家。这个参观旅游，然后我们很多人有10来20号人吧，都去了。去了之后，讲完道、吃完饭、散完步，大家陆陆续续的都走了。结果我就拽着蔡传道走，我说：“哎呀，大家都走了，咱俩下一盘吧。”然后蔡传道笑嘻嘻的应战，然后就是这盘棋。这盘棋蔡传道直白，我执黑。现在大家请看对局，后前兵，我对战。王前兵、后前兵全是这个一流，然后一开始大家走的也都是中规中矩。这儿我听人说过，说是这个最好的就是这个直接就吃掉，然后系统也判定这个是最佳的一招，然后就会给他造成一个叠兵。然后我这个马跳过来准备吃他这个兵，然后就得手了。这个时候我领先他一个兵。然后，因为我这个人经常中盘的时候被对手的皇后不是直接杀死，就是被直接杀个半死，因此我尽量是能先把皇后对掉就先对掉，然后他主动让我对，结果他是兵吃的，结果又造成叠兵。这个时候应该是用马吃，大家看到这个系统也是判定马吃是最佳的手法，但是他兵吃的又造成了个叠兵，这时候出子换马，然后他。抓我马，我马再回去，他吃，这时候我出现叠兵，他抓我这个叠兵，我顶起来保一手，他抓我车，我躲开，他拱兵，然后我准备出车，这个时候他拱兵，就让我这个没叠兵了，对，他吃掉，然后大家都是下，抓他一手象，他保一下，我再抓他象跑。这个时候呢，他把我的这个兵就给追回来了，双方就是子力价值相当。将我起来，他继续推兵。蔡传道整个这盘棋这个推兵的思路非常明确。然后我拱他一步象，他象离开。这时候我将起来，然后我的这个车再叠车，他把我兵吃掉。然后我的这个车就放到这儿。对，他这个出现恶手，因为我可以这样，但是说，我当时应该是心想，蔡传道既然第一步没看出来，他第二步也就看不出来，他吃我兵，我换，结果他果然没看出来，继续恶手吃我兵，他心想，嘿嘿，这个车就被我抓了，我吃到他车能多半子，结果没想到，大家可以看到这条斜线，玩，惊叹号。这个可以白吃车，然后这个时候，蔡传道看见自己刚才那步象是步恶手，在棋盘面前想了5到10分钟。我看着蔡传道想，旁边蔡师母也说蔡传道下棋太慢，如何如何。然后我上了个厕所回来，蔡传道好像还在想。最后蔡传道想出来一招是这样的，他将我一下，我这时候就捉双，既捉他车也吃他象。然后他使我车，他心想啊，无非就是双方换个车呗，是吧？结果哪成想，我这一吃是带将的，他必须先躲嘛，然后这个象就白送。已经进入残局阶段，我虽然少一个兵，但是我多他一个象，系统判定也是我是胜势局面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已经高兴的冲昏头脑了，然后就开始准备随便下一下就完事儿了。然后把他兵吃掉，这个时候我就把少的那个兵再吃回来，这个时候就进多一个象。对，然后下呀下，就准备通过这个象呀什么的把他兵扫一扫，或者说把这两个通路兵往下送。结果当时下到这儿的时候，我看见又能闪击蔡传道，当时我头已经热了，结果我就心想，我说，哎，我这么一将是不是就能闪击蔡传道呢？结果当时没看见这个将是能把车白送掉。然后系统也判定我恶手，然后，
对，然后这个时候我落后半组，这个时候我心想，我落后半组的情况下，希望把这两个通路兵及时的给推下去，看有没有挽救的可能。结果系统判定我个恶手，这个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然后他来抓我的兵，蔡川的思路也非常的明确。这个时候我希望先把他这儿的兵吃一吃，他吃掉我这个兵，然后我往这儿走。结果这个时候呀，蔡川倒也吓得头昏脑热了。蔡川道当时拿起来我这个象就准备吃，结果他发现我这儿有个兵看着这个象，他就把这个象放回去。结果说，哎，蔡川道这个不行，你拿起来你就得吃。这国际象棋确实有这么一个规定，你拿起来对手的子儿，你能吃必须得吃，否则是毁棋。蔡川道被迫无奈，车吃了我的象，然后把车就给送了。我这儿还有两步就生变，他万无可能阻挡。然后这一盘棋也就是以双方的各种低级失误结束，然后后面就没悬念了。我变车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变车是因为我如果变马和变象的话，因为当时大家都吓得头昏脑热了。我现在是特别喜欢，用马象把对手给吃光。结果这个他有两个兵，我害怕不太好掌控，就变了个车比较简单。然后下到这儿，蔡川道实在受不了就投降。其实这个已经吃光了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接下来的变化。比如说他动王，我这时候就吃他兵；他这个再动，我就把他这个兵吃掉。最后就是很简单的单车杀单王，对，保持先手对王。然后他现在只有这两个格子能动，然后我就等一招，行，这就吃光。然后这一盘棋也是让我高兴了很久，因为是吧，蔡传道的棋力也算是跟我旗鼓相当。如果双方都是在脑力充沛的情况下，这盘棋是怎样还不好说。然后这一盘棋是3月25号下的，今天是4月27号。之所以这么晚才发，是因为前段时间我有考试，最近考完试放假有时间就发了。行，这盘棋就给大家解说到这里，再见。2023年3月25日，蔡传道团棋家活动，梦寐以求的梦想和蔡传道下棋，然后我把蔡传道先送一个象，我领先一个象，然后我把车给送了，然后是他多我半子，结果到最后关头，蔡传道一个急动把车给送了，然后我就赢了，然后对吃光了，这个就算吃光，这个是车，对是，然后对耗时有个1个多小时。下完了，完毕，棋谱也都有。